是叮咚咚侠。这是哪里啊？看来你也被那个怪物打废了。是的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合作一次，一起去找那个怪物算账？当然，现在我们可是难兄难弟。不过在找那个家伙算账之前，我想我们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解决。比去找那个家伙算账还要重要吗？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。那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怎么上去呀？难兄难弟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